43岁贾静雯和33岁张梓琳爆马线机场，一个老土大婶，一个时尚辣妈。近日贾静雯抱着女儿步步现身机场，网友表示现在的机场秀真是越来越特别了，都带着萌娃出来博眼球。恰巧世界小姐张梓琳也抱着女儿现身，这恐怕又是一番较量了，究竟这次谁更胜一筹呢？一起来看一下吧。贾静雯身着米白色针织毛衣，又宽又长的版型稍微有点显胖，下身搭配棕色半身裙，裙摆处居然缝了一圈红色花边，脚踩白色大头运动鞋，这一身穿搭真是有够奇葩的。一向十分会穿的贾静雯这次是失误了吗？43岁的她脸蛋保养得非常好，扎着半丸子少女气息十足，偏偏被这一身穿搭害惨了。怀里的步步一身绿色毛衣，柔顺的披肩发，戴着蓝色口罩，一双大眼睛扑闪扑闪的，可爱极了，妈妈的时尚感还不如自己的女儿。看来贾静雯真是个好妈妈，所有的心思全都花在女儿的身上了，都没精力打扮自己了，穿得像个老土的大婶。近日张梓琳也抱着自己的女儿现身，张梓琳身着黑色丝绒短袄，下身搭配黑色休闲长裤，脚踩干净的白色运动鞋，裤脚卷起，露出脚踝，充满了青春活力气息。脖子上的橙色丝巾给一身黑色穿搭减少了几分沉闷，同时增加了时髦感。黑色墨镜挡住眼睛，长发披肩，气质出众。怀中的女儿身穿灰色毛衣和棕色长裤，好小一只，简直萌翻了。张梓琳一手抱着女儿，一手挡住女儿的脸，妈妈李爆棚。33岁的张梓琳肤白貌美大长腿，身为国际界别的超模，时尚感也是拔尖的，她抱着孩子才是辣妈的正确打开方式。都是爆娃机场秀，两人一对比，差距立显，一个老土大婶，一个时尚辣妈。你觉得谁更美呢？你更喜欢谁？